我多想回到家乡。大家好，我是惠永清。看他的温柔善良，我心是湖南人呐、啊，那人蛮热情的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大家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卫视中心合力打造的阳光美少女，炸鸡在手，萌妹我有。本节目由萌妹子最爱吃的好炸鸡肯德基亲情冠名。各位好，我就是东北一霸沈南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湖南的卤蛋易小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成都的徐涵，大家可以叫我小乌龟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小女女沈琳。今天呢，这个开场之后呢，我们要说一说我们自己的家乡话。那原因呢，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和家乡有关系。谁不说咱家乡好？哎，那我们来说一说吧。先夸夸自己的家乡。从陈琳吧。陈琳，这个是地主。来来来。我觉得上海是一个摩天大厦，就是非常建筑非常美的地方。哦，建筑之美。对，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那个环球。环球经贸中心，对，就是有大都市的美感。对对对，那你呢？成都是一个非常充满魅力的辣的地方。对，就是会有很多好吃的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。就是你在街上看到有人走路，都是用非常缓慢，像乌龟一样的速度在走路的。对对对。这少不如穿，老不如闪嘛，就是成都的生活太休闲了，就那边人都一直打麻将，对不对？你就看路边经常四个人一边走一边打麻将的样子。看桃花打麻将，看菜花打麻将，狐狸飘起打麻将，背起氧气罐潜水还是要打麻将。说了半天成都，我看你说的很热闹。对，那湖南呢？哦，湖南大家知道的鱼米之乡嘛，就是湖广熟天下，足有这样一个说法。哦，湖南这个地方呢，它气候很湿润，所以湖南人的性格会比较火爆一点。啊、哦。但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那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从东北来的，但实际上要论起我的家乡，还不是东北，是陕西西安。啊。我是在陕西长大的。那又怎样呢？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呢？
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不看你们都介绍，我就想介绍介绍我的家乡嘛。你说吧，这西安其实也没什么，啊，不像你们好吃的那么多。我们的仅仅只是十三朝古都，十三朝古都。啊，十三朝古都，一个具备着文化好和底蕴的城市。是是是，请你说一下这里是哪十三朝？是哪十三朝？我憋死你！啊，但是真的。走到一处，抬手就是历史，低头就是古迹。哎，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家乡话，哎，我这很好奇啊。啊，你说我们的那个费院长啊，台湾人，对对对对，宝岛台湾地区，对，这个有没有什么特色？那这样，我们听一听那个我们的院长是怎么说的，看他怎么来介绍一下。来，请看。小城故事多。大家好，我是费有清。您要说台湾的一些特色，我看很多朋友都提到台湾的小吃让他们觉得很惊艳，很多夜市我走进去里面真的是千奇百怪，像一些糯米做的它自然淋上那些甜辣酱啊，再配上一碗鲫鱼汤，大家如果来的话去看看，有很多的山城啊，夜景啊，还有热情的人们呢，所以这个是很妙的，这是尽在不言中，要各位用心去体会的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是个蛮温暖的地方。H 队在那个第一轮边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，还是蛮有特点的。没有特点，而是跟那个神奇组合在一起，对，天衣无缝啊，对对对，就在这个异域风情里面，突然加入了现代流行的元素，对对对，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种奇怪的这种很大气的感觉，尤其最后那个和声部分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我就是坐在编曲老师的后面，就是听到了他制作这个融合的全程，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就是有好多个版本，每一个版本都很完美，然后选择了和神奇，对对，真的太佩服老师了，很厉害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壮，丰收的庄稼山金箔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快乐的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幸福花，花开一千万朵，还是 S 队了 ，S 队啊，燕归巢，好美好美。现在想起来就是人啊，就像是画中仙这种感觉。哎呦，人是画中仙，哎，画是不一般，不一般。押韵，押韵，押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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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种水墨的感觉，尤其现场那种烟雾氤氲的感觉，就是仙气飘渺啊，烟雨朦胧，仙气飘渺。对对。然后在云端驶来一艘这个小船。对啊。然后就大家可能在镜头前看不到，我们在后台看得很清楚。啊。哎，船不是一般的船，是一个带轱辘的船，带轮子的，下面是轱辘，下面工作人员在那里拉绳子，拉绳子，拉绳子。哎，所以看到这个云端上叶扁舟。对对，这缓缓行驶，对对，然后上面的人呢，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丝丝被拉动的人，但是说句实话啊，这场那个武哲啊，武哲对我的这个惊喜还很大的，我以为武哲现在就会，啊，没有，古筝八级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次感受一下那个烟雨朦胧的燕归巢，好江岸天破晓，遥祝星可知多少，
远山间竹林芳草，春风拂绿了芭蕉，寒梅落尽把冬了，闲倦的雁声归巢，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，柳叶江间桃花凉，听舟离合眺远方，饮一盏岁月流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，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突然又热了眼眶，冰水边惊梦暖阳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，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。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，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，冰水边青露暖阳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，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，爱是的窗，苍老的墙，是否偷换了方向，堂前的你和我，相逢时会沉默，还是会诉尽衷肠，水边青木暖阳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，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，艾叔队的那个火火火锅火火火火火火锅火锅火锅，哎，就听说他们成都就是经常一年365天，哎呀，闲的没事去吃个火锅吧。是的，啊，今天不开心，去吃个火锅吧。哎，今天老公啊，老公下班晚了怎么办？去吃个火锅吧。哎，今天老婆不在家怎么办？去吃个火锅吧。哎呀，今天想吃火锅了怎么办？去吃个火锅吧。我就是火，对，那个加上四川方言，然后四朵小火苗站在那儿，就感觉就是很火辣的感觉。自己介绍一下这个节目，不害羞吗？啊，超级害羞，在大家面前从来没有这么放得开过。我当时彩排的时候，当时台下坐满了人，我整个脸都已经变成火锅了，就是老师说再放开一点，再性感一点，然后我整个人都好想找个地缝钻下去，然后就是要感觉像就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的感觉啊。对对 对, 对，你把心掏出来，大家还害怕，还得打院儿，对对对，就性感拿放开。对，表演者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得视若无人，你得台下坐满的人也当做没有人，你就在尽情展示自己最热辣的一面就好。对，就是对自己有很大的突破，相信我们的成员也是。感觉哎，这样哈，陈琳，哎，刘涵，放过我，这样。每个人5秒钟展现一下自己认为最性感妩媚的动作神情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。打开微信，进入摇摇，获取更多未播花絮。阳光美少女由炸鸡好品牌肯德基独家冠名播出。来，3、2、1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，对，有，你看刚刚那个胯骨轴子，像揉面团一样，很好。陈琳，给我们展示一下中国力量之美。中国力量，
没有没有，陈琳，讲真的，有没有那么一小段就性感妖娆的可以展示一下的？我试试，试试试试，加油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来准备，好，三二一。Baby, can't you see?走一些就不不不可爱，是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不行，我是一个要靠头发，然后靠衣装的人才能跳出性感的人。说什么呢？哎呀妈呀！什么意思？靠头发？哥，你别难受，对不起，别难受，别难受，别难受，没什么大不了，问一个人生嘛，就是无所谓的。好了，没有，好了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没有，我觉得陈琳刚才很性感啊，很性感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很这个很性感。对啊，我在旁边感觉到一阵阵的力量，这种引力波在扩散，这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性感，有性感。就是这种肌肉的性感，有希腊之美是吧？没有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陈琳有进步，陈琳有进步。对了，这个节目还有个特色，就古风机，古风。无风机在下面，哎呦，我当时一看，哦，我的吹，我的天哪，哇，一吹，哎，玛丽莲梦露啊，其实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咱们再次重温一下，你也好意思看吗？不好意思，闭着眼睛看，你是把眼睛扒拉更大吧？啊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请看。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上海青年创作出来一首怀旧歌曲。我记得我好像是很长时间之前就曾经听过，我记得有一阵子很火的。啊，大家科普一下，当天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嗯，那个霞飞路啊，现在叫什么路，你知道吗？淮海路。淮海中路，对吧？给你们科普一下，好吧？哎，我记得这首歌曲里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就里面有点上海话的童谣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现场秀一下。秀一下，秀一下。咚咚咚，马当走，三斤葡萄四斤壳，吃侬的肉，喂侬的壳。哟哟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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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马路边红颜色就呼喂，阿拉总归来一米开外。哦嘿，侬在疯狂的斗气 party， 滋味一块，想做蜜桃啊 chocolate。So sweet, 我最欢喜 It's like you and me, I'm he and she Then back to me 刚来刚去啊刚我力气 Back to me, peop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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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ople 打他们佛气
橡皮筋是小姑娘最会写游戏，跳过来跳过去还是我最老句，隔壁的阿姐伊总归帮我拉着笔，讲起来我还是老想伊。夏加纳懂你的 comrades， The time we spend together was so great， 想要想回到老早，弄堂里有点吵，霞飞路的87号，霞飞路的87号 check it， No down no down， 夏夜漫长，我坐在厅里乘凉，傻傻偷看邻家姐姐，她正在梳妆，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，想象长大后她会做谁的新娘，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，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，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，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，何时才能再坐那木马摇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到牙不嚼，牙不嚼我好宝宝，我就牙不养泡泡，这些年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，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，改变多少保留多少，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No doubt 咚咚咚咚咚，霞飞路的87号 check it， No down no down。 哎，要提到这个 Ashley 的表白，惊喜之作，是你像把陈茵小哥的姑娘放在一个高高的座位上，把一个力量型女孩宋欣然放在这个跑步机上，跑步机上，而且呢有特色什么呢，他们中间唱唱唱唱唱唱唱，突然就美少女变身了，突然变身，突然来了一个性感变身，然后变身成那种就是性感小野猫那种造型了，对对对 对，所以这首歌本身好听，然后还在后面加入一段这个方言的 rap，干啥嘞？干啥嘞？啊，弄啥嘞？弄啥嘞？啊，我给你拉对象。我还以为是那种韩语的 rap。对对对对对。上来就上来，上来就对象，干啥嘞？别他妈跟我搞对象，搞不搞？不搞不搞拉倒。对对，来吧，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。打开微信，进入摇摇，获取更多未播花絮。阳光美少女由炸鸡好品牌肯德基独家冠名播出。平常不怕说出口，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， Boy you make me so shy every time you walk by， 怎么我会变这样，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没有过这感觉，情绪失去控制， Don't know what you do to me， I just know it feels right， Never felt this way like I'm out of control，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说，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，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，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，知道再说，谁让你敢不敢说，好想跟你聊天想，好想跟你聊天想，为嘛嘞为嘛嘞，不知道再说，谁让你敢不敢说，好想跟你聊天想，好想跟你聊天想，还记得这棵树吗？这棵树我记得，这棵树就是当年他们唱落叶归根时的那棵树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难怪这么眼熟。对对，
这个是我当时营造出了非常一种柔美的感觉，就很容易吊起人的那种思乡的情绪。小姑娘为了自己的偶像梦想，为了自己的爱豆梦想，来到这样大大的一个城市，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父亲母亲，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愁绪涌上心头。一个月最多回去一次吧，然后也会发现爸爸妈妈头发白了，因为就是职业的关系嘛，回家的机会很少，然后隔了两三个月回家也会发现，哎，原来我妈染头发了。为什么染头发？她头发白了。我们不是落叶的话就是源于大树嘛，但是它不管在外面漂泊多久一定会回到那个家。然后去到万物尽回忆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也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解谜底。生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追在你心间。前面光彩的一面，但是真的可能不了解他们台下的辛苦。是啊，背后的训练是吧，然后忍受这个千里的思念。对，有的时候细想一想啊，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慨，随着年纪不断的增大，对故乡的感情呢变得很微妙啊，有种近乡情怯的这种感觉。突然间发现家不再是指我父母在的那个地方，家是我在的这个地方啊。对，这种你成为一家之主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请大家记住自己家族的轨迹，记住自己根在哪儿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《炸鸡在手，萌妹我有》。本节目由萌妹子最爱吃的好炸鸡肯德基亲情冠名播出。好，除了每周一晚11:30播出的《阳光美少女》之外呢，每周六日在优酷土豆播出的《国民美少女》绝对不容错过。好的，再见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非常热情的支持他们的人很多。
你们真是心肠柔软了。